不要下重手，有没有？已经出来了。
先抓一只脚出来。你看我的步骤，头、脖子、胸、上半身啊，先抓一只脚出来，然后确定没问题之后，你再开始画另外一只脚。别急着画你也好，然后现在画另外一只脚。膝盖，然后小腿，好，你看这就画出来了哈。还有这个手臂哈，然后手再画那么长，手会超过那个臀围，有没有？因为后来每个服装画脚手拉长都会超过臀围啊，所以让它超过臀围。也有些人画得很好，就是手画得特别短，就让它超过臀围啊。然后这只手在这，然后另外这手在这。好，你看我是先勾方块哦，你看，是先勾方块。好，然后你画完之后不要这样就画，你先拉远看，就这样。远看看有什么问题哈，没有问，我觉得这样还 OK 了，可以接受，然后再进化哈，这样比例就没问题了哈。然后接下来开始画细一点，用二 B， 等下我再慢慢休息。接下来修头哈，五官最后再画，头在这里。为什么这周小细节最后再画？因为你可能画完之后还会有点歪，有没有？所以我们就先画外面，确定都没歪掉，再画里面。然后都不要穿衣服，就像他就这样光光身体，因为你身体要先画的没问题，他再穿衣服才会漂亮。好，如果你一开始就画穿衣服，他整个身体会歪掉。肩膀不要太宽，肩膀大概就是头，有没有这样子？有没有看到头这个位置？有两下就好的肩膀，然后胸部。臀围就慢慢修，好，这样在这里。等一下多余的线我们再擦掉，你先把它抓住。膝盖再修一下。我先画好这一边，再处理另外一边。上次那个都没有改分数。我在我的本子里面。那我们怎么知道分数？等一下可以看一下。好，先画过来，我们这样。这样我慢慢修。然后手在这，手也是先画外轮廓，等一下再画里面。你就记得画这东西都要先画外轮廓，最后再切里面。
哦，会有点化的比它还开了一点。嗯，这样外轮廓就差不多了哈，等一下你，我待会再画里面，这样 OK 哈，因为我等一下我再画，你可以拍一下。你如果等你画降级就 OK 了。画画两个人哈，一人就一个人就一张。以前这一面不会，因为这边后面还有很多人撕，然后什么。好看分析，你是几号？三五。三五。你大概70到80左右。可能有个地什么，有可能某些地方没有画的。所以分数会比较低一点。你如果要高一点，就可能每一张都要画的精致一点。没办法，我尽力。我们那个包包比较好画。这样我觉得他九十几啊，应该是。他几啊？是啊。是啊，画画的不错，所以是九开头。我应该没看错。那我拍我的。好，就画两张线，就是不用上色哈，把人体先，把人体先固定下来哈。这三页都可以选啊，这三一二三，这三页，男生先不要画呗。这长得也很像男的，啊，这样长好丑。啊，有问题再问我，就先把人整个笔记练出来。很大的问题。画这张的话，可能里面稍微帮我画出来一下，不要像它这么空空。你说轮廓线？对，就是可能像这种，有没有？很像穿的韵律裤。